奉祀天狗日，秀水乡尾乡村请来防疫人员，沿着公园、花园来喷药剂，就连水空挂、徛街贴的物品，拢喷甲真招蚊。希望会当来预防天狗日滋生。秀水乡长林明佳、李伟瓜田芳、官员涂雪梅，嘛来到现场视察，替这阵辛苦的志工加油打气。喷药药剂人员穿着一身的装备，坐伫你车顶。准备进行专穿喷药预防天狗日的药剂。我们马新这个村长哈，陈村长，以及我们社区的这些伟大的志工哈，咱这个登革热的这个天气哈，炎热天气的哈，为了那个登革热的发生，然后我们登革热防治哈，四大步骤：寻、道、清、刷哈。当然在咱这个村长带领之下哈，先喷洒一些农药，防治这个登革热的产生哈。人咧讲哈。预防胜过治疗，感谢咱村长的用心。关于源头小米，也早着手套甲嘴暗来分散，希望因伫哩维护自家环境的时阵，也爱小心自身的安全。感谢咱立委啊、甲乡长、甲议员的关心吼，咱尾营村吼、甲尾营社区吼，整个尾营村包括甲营社区呢，咱今仔日呢，就是即几天啊梅雨季节啊已经结束啊，所以社区呢，所有的志工啊，一挂志工呢，有发心嘛，讲啊，要来甲这个登革热呢，要来预防重点治疗啦吼，就大家拢主动自发吼，出来甲这个咱社区呢结合，来甲咱的马新村的所有的这个环境员来甲喷洒这个登革热的这药啊，希望讲呢，这个带头作用，这甲工作无关的哦，唔来到时阵工作派相对派做人哦吼，希望这个带头作用呢，能够启发到整个。带动整个我们秀水乡整个各乡 各村呢，村里呢能够自动自发，然后让我们这个疫情呢能够减少。热天到天气炎热，容易滋生蚊虫，民众要提高警觉，避免去让蚊虫叮到，以及贴戴清毒止水的容器，杜绝滋生源，才当达到防范天狗日的疫情发生。台中华新闻林桂英秀水采访报道。